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讲过，欢迎收看七月二十九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二十八号，国民党全国党代表大会正式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对此，台南市韩友会嘛特别在南区举办“我挺韩，我幸福”活动，而且支持者共同出席为韩国瑜加油，现场热烈滚滚。一透早来到新亨路，就会使看到坐坐穿咧国旗装，或者是手提国旗的民众，因拢是支持韩国瑜来选总统的韩粉。因为二十八号上午，国民党正式提名韩国瑜代表参选2020年的总统，所以台南的韩友会也特别举办这个“我挺韩，我幸福”的活动，希望号召台南的韩粉做伙为韩国瑜加油。要集中这韩粉的力量，吼，啊，大家咱安尼来简单，吼，啊来这号召，啊来大家这集合，吼，啊安对这开始发动，吼，啊各区拢会去办这个活动。哦，一区一区，咱台南市，哦，一区一区，拢去办这个活动，哦，啊来挺韩国瑜，希望大家哦，这个2020年1月11日，哦，投票投韩国瑜。现场也准备了海产梅甲冷泡茶，只要民众来画出“我挺韩，我幸福”，就会使免费来摄取。同时，也有高雄来的韩粉特别到台南收听，希望大家会使看到韩国瑜的好。我挺韩，我幸福，也八字真言。哦，台湾安全，人民有权。干那这个台湾安全，咱就唔免讲哦。啊，那要落一阵大雨，就也要惊死，惊讲啊会淹水。啊，咱厝内面的家具、车会浸着水的袂？所以讲，今仔日我落啊借这个活动，哦啊，我来遮，哦啊，甲大家呼吁一下，一定要支持咱的韩国瑜。哦，伊是真正会做人过，阮高雄人很有感呐、啊，很有感。台南的韩友会也表示，未来将会规划伫台南各区举办挺韩的活动，要让各地的韩粉站出来，做伙把韩国瑜送到总统府。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民进党第四选区立委参选人林进雄甲立委王定武伫永康成立联合服务处，因为两个人伫民进党总统初选的支持人选不同，但为了明年的大选，两个人等现选后团结胜选力量，希望团成一棒接一棒，扩大选民的服务甲支持。为了拼立委新增加的这些选区，现任议员林进伫成立二十栋的永康服务处，甲现任立委王定武合作成立联合服务处。伫希望伫进前总统初选，王定武挺蔡英文，甲林进支持赖清德的分裂过后，并获得赢团结胜选的气势。王定武表示，除了扩大照顾选民，互选民服务无中断。更希望加林进一棒接一棒来照顾永康。林益锦议员他长期以来可以说是赖清德互相合作，也栽培他相当久的时间。那在这一次总统初选，大家也晓得我旗帜鲜明啊，在帮蔡英文总统。但是那是党内初选，党内初选赖清德是个优秀的人选，蔡英文是一个非常重要带领台湾的资产，所以虽然有竞争。但是面对2020这么艰困的选战的时候，没有分裂的本钱，所以对林益锦议员来讲，我要请全力把我过去在永康所服务过的人所累积的所有的资源，请全力来帮助一个优秀的女性长期蹲点的议员能够胜出来担任这个区域的委员。所以我是用这样的心情，我们一起组联合服务处，今天在永康王定宇跟林益锦的联合服务处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民进党是团结的政党，民进党是台湾的政党。面对这么大的困境，我们会坚强的、坚决的互相努力。跟王定宇同款，拢是学问世代，拢是基层出身的林益锦表示，虽然目前选情变故，哪里的支持度依然是一半一半。加上韩国瑜的韩流效应，不过伊自信，只要支持者团结，会当予民进党留掉一些立位。目前的选战哦，坊间都评估五五波啦吼、
那我确实觉得这是一场硬仗。那因为去年国民党因为韩流的关系哦，整个声势大涨。那虽然今年状况有不大一样，那小英整个气势也有起来，那可是这个相差哈、哦、在基层的反应哈、哦、还没有那么明显。那所以我还是要很努力，把过去支持民进党的票找回来。所以在这个选区，特别是新选区哦，去年那个永康，黄伟哲市长还输高思博一点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哦，其实说真的，永康确实是不好战。可是既然我的代表民进党要出来征战这一场，那我就会全力以赴哈、哦，非常有信心，一定要赢，替民进党守住这一席立法委员。比如包括东桥、盐行、盐兴、盐州、嘉定、龙埔等十位里长，以及清水宫、天后宫等大庙主委，加济济企业主拢出面协定。电视新闻编辑林根采访报道。由上主参加三广优选电视所举办的卡拉 OK 比赛，今年已经迈入第13届。其中中青组第二场的初赛，27号暗时在南区登场，总共50名的参赛者报名。年岁上大是85岁吴水鸾，另外毛阿公母做伙参加。最后经过激烈比赛，由陈英忠摕下第一名。在林秀霞老师舞蹈班活力开场，第13届用电视爱社区卡拉 OK 中青组的第二场初赛，27号暗时在南区公所前广场盛大展开。包括议员蔡秀辉、林美燕、李凯伟、周丽珍、陆坤福、甲南区区长蔡秀琴、中西区长萧泰华，以及各区里长林辉等几位里长甲贵宾，拢到场为参赛者加油打气。这就是地方的企业啊，关心地方的发展，嘛关心着咱所有里亲、所有好朋友，含咱各位来博感情。用着欢喜的心情来参加着今仔日的歌唱比赛，嘛有足着咱所有的比赛的选手，拢有足好足好的成绩。非常欢喜来参加活动，当然嘛得用足好心，祝福咱所有参与者有个好的成绩，也祝我与会所有好朋友天天快乐。感谢大家。今嘛这唱歌吼，我爱当讲是一个全民运动，啊像常常吼去到真济活动中心吼，啊是伫民间吼，有哪这真济吼。爱好唱歌的吼，这长辈时代吼，啊，这民间吼，这嘛出歌手吼，啊，所以相信今仔日吼，咱这歌唱比赛，有哪会相当的一个精彩。来，今日要祝福咱今仔的比赛会当圆满成功，嘛要预祝我们所有的参赛者能有一个很好的佳绩。你们是最棒的，加油！所有现场，我们志在参加，也不一定要得奖，吼，啊，咱家己上佳好表现出来。啊，放我轻松，唔免紧张啦。我有紧张，咱家己会扣分呢。我家己也唱过歌，我知。我虽然知影唱歌无好听，可是你知影，绝对唔免紧张。啊，而且祝今仔日活动能够圆满，吼、哦。感谢我们三观王双子星，谢谢，感谢，谢谢，谢谢，谢谢。有线电视顺应民众热情要求，持续举办卡拉 OK 比赛，请民众用歌声来交朋友、拼歌歌。今年同款有免费嘉宾，加上媒体试读、甲电视分级的优奖清单，以及抽一金电视大奖等贺康，场面相当热烈。最后初赛成绩出炉。第一名陈荣忠，第二名张嘉玲，第三名杜松哲，第四名张志培，第五名李洪安，第六名陈洪泉，第七名蔡维亮，第八名黄文健，另外出两名优先，优先以翁坤炎，优先以严静怡，前八名分别出得进入总决赛资格。情人你离海轮顺海风，做云烟不散。爱一人，我过千关，心徛白白，也只过三关。主办单位表示，中青组第二场初赛时况将伫8月10号开始，伫第三频道分段播出，欢迎民众透过电视转播感受比赛盛况。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纹软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背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位于中西区校农当中的陈氏新宅，靠近赤崁路书店目标店虎城文化核心。该老厝因完整保留传统闽南式建筑，被列为起点古迹。不过因为年久失修，29号修复工程正式启动，由市长吴伟铁亲自主持，祈求工程顺利平安。陈氏新宅是咱现存上界悠久的闽台建筑之一。从立民年代推估，会达到西元1500年，其中建筑占地超过350坪，主体建筑采用传统的闽南式风格。民国104年，被台南市政府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将陈氏新宅指定为市定古迹。咱家后代陈兆庆先生伫市府甲文化部经费的补助，委托研究单位进行古迹修复规划。今年7月30号将正式启动修复工程，预计伫110年1月完工。台南市是一个古都，那目前为止在台南市能找到最完整的民间的住宅，大概就是陈氏新古宅了。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它在历史上，还有它在文化上，以及它的子孙它的一个修复意愿上，其实跟政府都能够做最大的一个配合。有文化部市府的支持合作，2年后我们再聚在这里一起，再庆祝陈丹初加入台湾台南古都的重要古迹的阵容。陈氏新宅工程修复完成以后，将结合赤崁文化园区周边的历史场所，打造出文化首都历史核心的新风貌。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珍珠三龙在日本全国第一的爱媛县26号在咱百货举办珍珠物产展，市长吴伟铁嘛专工到场，除了迎接对日本来的朋友，伫现场欣赏美丽珍珠产品以外，同时嘛希望甲日本的代表团有进一步的交流，将咱台南搁较侪优质的农产、甲手工艺品，甚至高科技的产品，拢推销到日本。日本爱媛县因为周边海域水质清气，而且养分充足，因此该地区生产的珍珠不但量多，而且品质高。远东百货首次甲日本爱媛县合作，举办爱媛珍珠物产展。26号邀请台南市长吴伟铁、日本爱媛县代表植村作治郎以及台南大湾百店长许俊明等贵宾，做伙为活动剪彩。谢谢大家呢，来参加了我们这一次的爱媛县的珍珠的物产展。日本であの真珠生産地といえば三重県、伊勢市を思い浮かべますが、生産量、品質ともに愛媛県が日本一でございます。出席活动的台南市长吴伟铁也希望透过这次跟爱媛县的交流，将台南优质的物产推广到日本去。台南市跟爱媛应该可以做更亲近、更紧密的文化、艺术以及商业交流。那许许多多的台南市民啊，也有机会到日本观光旅游。那很多爱媛县的朋友们也希望说他们能来台南参访。我们觉得其实促进两边的这个交流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倒也不是所谓商业的买卖啦，因为商业就是我们有东西去，他们有东西来。我们这次在这个日本
也卖了5000多箱的这个台南的芒果，所以呢，啊，人家来我们芒果这边这么一大颗，人家珍珠这么一小颗，好吗？但是我觉得其实，许许多多，我们那个叫红宝，夏日红宝石，那所以我想说，将来进一步的这个促进交流是一定会发生的。这处产店的珍珠相关产品总共有200多种，有项链、耳环、戒指、胸针等。主办单位欢迎大家做伙来看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暑假过后，就将迎接中秋佳节，所以各大餐饮饭店陆续推出应景的月饼来抢占市场。对此，台南有5000家饭店用心设计一款月饼礼盒，逼迫消费者吃完月饼以后，皆当留下来当作珠宝客啊等生活用品的收藏，就推出已经造成固定的热潮。迎接中秋，饭店业者都在伫月饼的口味顶面创新下功夫，和大家应景吃一粒甜。今年伫礼盒造型更是多变化，相当吸引人。参照这款以古早皇帝七套箱啊为个性所设计礼盒，不管设计还是造型，都来兼顾古典加优雅气质。更突出的是，月饼吃完也当成日常用品，甚至是成为女性朋友在化妆台顶面真水的珠宝收藏客啊。一款尊贵的价值，让人真歹甲传统的月饼礼盒联想做伙。它的外表设计的颜色非常的漂亮，那在我的化妆台上的话也是蛮不错的。那尤其是它这个小层的收纳，我们可以放很多我们不同的小饰品这样子。我们呢是以古代的皇帝的一个玩具箱多宝格为一个设计的一个发想，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它的盒子呢是一个直立式的礼盒，跟以往平面式的礼盒呢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盒面呢是以中国蓝为主，那在点缀上呢，象征呢胜利步步高升的松红梅，所以呢在送礼的时候呢非常的大方。使用完之后呢，它也可以作为一个生活的一个收纳盒，像是说呢，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面呢，可以将你的一些文具的小物呢全部收纳进去，那在家里面呢，也可以将你的首饰啦、耳环啦等等的一些时尚的配件呢收纳到这一个时尚的礼盒当中，兼具呢一个实用以及时尚的一个功能，非常适合作为年节礼盒送礼的一个选择。国菜鸡饭店每一档的月饼礼盒创新加变化，已经成为消费者一年一度的期待。今年业者无惜制作成本，限量推出8500克啊，加上介绍甲去年同款，一推出就已经有4000克的预订。看来兼顾环保甲生活美学的月饼礼盒，已经是送礼主营真好的选择之一。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现在要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我这是坐云底阵准好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几率30%，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介绍一下7月29号的中间，台湾电影新闻，咱再会。